中国人对豆腐的热爱有着难以超出的想象，深山丛林，繁荣都市，有人烟的地方就有豆腐。简单的一块豆腐到了不同人的手中，也就有了不同的味道。豆腐在云南这块大地上更是演绎出了各种形态，建水豆腐、包浆豆腐、臭豆腐，一粒黄豆经过四季的洗礼，来到手工艺人灵巧的手中，它会幻化出多少不同的形象呢？踏入这座世代做豆腐的豆腐村，去体验一粒黄豆的神奇之旅。中国人相信水能滋养人的灵性和觉悟。这座坐落于古滇池的村落七步场村，对于村民们来说，古滇池池水的柔滑和甘甜让他们拥有了一种更美味的食物——豆腐。做豆腐的各个环节与水密不可分，泡豆、打浆、点卤，每一道工序里都蕴藏着古滇池池水的滋养。对于81岁的靳秀英来说，这个与豆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深知水和豆腐的相逢带来的每一个奇妙变化。17、18岁那时候也走过了，我推磨也推过，推早起磨，两天来晚上推到12点，到12分功夫到个大早。七步场村，古滇池边闻名的豆腐村。村里90%的村民都在做豆腐。每天叫醒这个村子的是轰隆隆的磨豆的声音。在这声音里，靳秀英的儿子靳宏元和儿媳李翠珍就开始一天的忙碌了。他们接过了靳秀英老人的豆腐担子，这副担子沉重的不只是繁琐的工作，更是手艺的传承。哎，这老话说十三三人口，我叫大窑磨豆腐，我们是。现在年轻人们老是口的累的，弄得就敲不住走了。一切看上去并不轻松。新鲜的豆浆倒入纱布中，豆浆柔滑地穿过纱布，如阳光洒落一般快速地流下。浓郁的浆汁如同白色的瀑布一倾而下，到达目的地。传统的十字架窑浆，几个世纪的窑洞，穿越时间，带着古老记忆的不朽，为靳家豆腐平添了几分独特的生命力。豆浆在锅中煮沸，蛋白质中多余的水汽形成泡沫，厚厚的泡沫就是豆浆的一层温暖外衣，紧紧地把温度包裹，让浓浓的浆汁经历高温的洗礼，豆浆的香浓甘甜在温暖的外衣下静静地释放。电气化的今天，柴火的使用是靳家人塑造豆腐古老气质的传承，更是靳家人固执的坚持。在他们看来，
这才是饱含人间烟火的味道。一切最大都是用那个松木肉，那种松木，那个松松的那个叶子打成鸡拿那个酒，现在没得那个拿去柴火酒，没得都有新高是我酒出来豆浆的，这一不厚一不腥，就刚好合适。去粗取精是现代人做事的普遍原则，晋家人却并不这么看。剩余的豆渣，晋家人大有用处，他们将是豆腐宴中一道菜的主料。豆渣粑粑，用过滤的豆渣加入适量的切成碎末的新鲜茴香，还有适量的盐巴搅拌，让彼此的味道充分的融合接纳。在中国的厨房里，适量是一个神秘而迷人的词语。比起西餐的精细用量，一个适量就是中餐的所有衡量标准了。悟透了它的内涵，就会豁然开朗，游刃有余。而这份悟透的背后，是千百次的制作摸索，甚至是无数次懊恼的失败。搅拌好的豆渣在晋宏元的手中迅速变成了饼状，油锅中加入鸡油和植物油的混合油，放入豆渣粑粑，油在热力作用下快速把醇香和滋养带进豆渣粑粑里，而高温的碰撞激发了豆渣蕴藏的甘香味道。煎了皮厚心不到的，盖上锅盖，都将那气冒着的，那就手那就更好一点。两面炸至金黄，配上适量的盐调料，别具一格的豆渣粑粑就能使原本不堪的豆渣在舌尖上惊人的出彩。时间回到姚江，晋家人的细腻保障了豆腐的品质。慢工虽然出细活，但对赶着做生意的晋家人来说，无疑是自我挑战。点卤开始了，变性的蛋白质和石膏相遇后，迅速发生胶凝作用。这种变化如此巨大，以至于在瞬间就可以觉察到。儿媳李翠珍一刻不离地看着他的变化，走了都念的大会，就是自己生的要抛弃，就不喜欢吃了。这份如婴儿般的呵护和守护，正是晋家豆花鲜嫩的秘密。摆放出来的完了，只要点会想勾出来就炒的了。如此神奇的一幕演绎出了豆腐宴的一道菜——现点豆花。干净的陶制碗里铺一点热水，放入适量的石膏粉，轻轻搅拌，加入新鲜的豆浆，一碗豆花就惊现在眼前。轻轻吹动，液体竟然神奇地变成了膏体，嫩如鲜奶，美如凝脂。现点豆花的吃法可繁可简，在云南人的眼中，加入一点辣子或者白糖，就可以让一碗白嫩的豆花锦上添花了。在蛋白质的提供上，
大豆食品是唯一能够媲美肉类的植物性食物。以前的七步场村90%都是做豆腐，而发展到今天，包括晋家在内已是寥寥几户。人间有三苦：打铁、撑船、做豆腐。做豆腐的付出和收入远远不成比例，而现如今职业的选择更加自由和多样。七步场村的年轻人们逐渐都走出了村子，远离了与豆腐打交道的辛劳和繁琐。现在年轻人们就是打球的时候可以赚钱的地方，你打个工啊，就是了自己搞点那手艺做做也就行了。我们那时候必然不会组织爬铁磨的豆腐，所以才会这些东西。豆腐坊里豆腐的变化还在继续，点好的豆花冷凝的瞬间，表层的脂肪和油脂迅速在表面形成一层皮，晋家人爱屋及乌地称之为豆皮。它是一缸豆花的精华凝结，每天只有2张豆皮的产出，产量也许并不是衡量食材质量的唯一标准，但却是食材珍贵的绝对考量。作为晋家豆腐坊的经营者，孙媳妇唐艳珠从来不敢向顾客推荐豆皮，不是豆皮味道不好，而是食材的难得和珍贵。对于豆腐坊的生意来讲，厚此薄彼不是做生意的长久之计。唐艳芳是现在晋家豆腐的管理者，每天她打开大门迎接四方来的客人。我们就要做豆腐了嘛，因为我们认识的话，也就是我奶奶的上一代嘛，我们就她祖祖了嘛，就开始做了。之前的嘛，我们也就记不得了。但是像我奶现在今年是81岁了，她做豆腐是比较辛苦呢。她的腰杆都是因为以前磨那种石磨了嘛，就磨了高的起。2014年10月之前，豆腐坊只做豆腐的加工和买卖。收入的微薄和付出的辛劳，都让唐艳芳和家人一样为豆腐坊的未来担忧。做豆腐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因为是上了3种苦了嘛，磨豆腐就占了其中一苦，然后又不赚钱，又特别累人，所以我们就想就转行，就开了这个豆腐馆子。2014年，一家人开始研制豆腐宴。把豆腐做成一桌一桌不同的佳肴，在有了几十道成熟的豆腐佳肴之后，2014年10月，晋家豆腐坊开始营业。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晋家豆腐坊早已在昆明小有名气了。唐艳芳说，这要感谢来这里吃饭的朋友们，都是他们的口口相传，才有了今天的晋家豆腐坊。我们就要从开业了嘛，也没做那样宣传，开了一个多月，生意就开始火了。这个要离不开大家，要感谢各位这些亲朋好友帮忙。唐艳芳不敢推荐的那道炸豆皮，已经开始了它的神奇变化。油温恰到好处时，豆皮放入油锅之中。在柔嫩的豆皮不堪油温之时，就要考验厨师是否拥有一双灵巧的双手。筷子捏住香脆的豆皮放入油锅中，恰到好处地把豆皮在油锅里翻转提拉，豆腐的香味充分溢出时就要出锅。做法虽然简单，考究的却是做菜人精妙的手工。炸好后的豆皮金黄酥脆，放在一旁冷却。冷却的过程同样重要，在豆皮的热与冷之间，香味瞬间封存。
表皮迅速冷却，形成一层酥脆的外壳，掰成大块装盘，这就是每天只能做一盘的炸豆皮。这是豆腐坊不可多得的美食。不同的豆腐对点卤有着不同的要求。制作臭豆腐的关键在于用留存的发酵酸水来点卤，同样需要石膏粉的神奇融合。酸水更大的意义在于其中的微生物随着点卤的流入，像种子一样埋入豆腐之中，在时间里生长出一种让人着迷的神秘臭味。穿着大灰的就在锅车上去翻了翻的，有点泥勾起了。豆花铺满铺平，纱布包裹，木板压实，这就是臭豆腐的大块雏形了。千斤顶来增加重力的作用，豆花中的水分被充分挤压出来，水分在豆花中留存的比例就是豆腐口感的关键了。一块用了20多年的石头再增加一些挤压，挤压的力度和时间是李翠珍多年做豆腐的精准拿捏。滴答滴答的声音提醒着李翠珍豆腐压好的时间。收起木板，打开纱布，豆腐已经惊喜地成型了。厚的是可以湿了噻。木板做直尺，下刀，横竖交错，动作精准利落。大块臭豆腐在李翠珍手里快速变成小块。装臭豆腐的温床也在迅速组装，长短均匀的竹签铺底。竹签在豆腐坊里还有个好听的名字，装香草。小块臭豆腐经过李翠珍的双手翻转，离开纱布，来到新的世界。在装香草上，臭豆腐在这里将度过他人生中漫长而短暂的7天。7天的日夜里，他在18到22摄氏度的温房里发酵生长。豆腐表面的绒毛出现了，那是臭豆腐在急速发酵。绒毛是判断霉菌、酵母菌等菌类是否和谐生长的重要指标，也关系到发酵的进程和最终味道的鲜美与否。在众多的臭豆腐中会发现一根不起眼的草，晋家人很功效性地叫它幻香草。当臭豆腐在发酵过程中有所异常的时候，幻香草就放在这块豆腐上，提醒着查看豆腐的人。发酵后的豆腐内部已经大为不同，毛霉菌分泌蛋白酶，让大豆蛋白降解成小分子的动类，多肽和氨基酸，这一系列的转化赋予了臭豆腐异常的鲜美。臭豆腐早年间传入宫廷，慈禧太后尝后异常喜欢，
问其名字，答曰臭豆腐，觉得名字不雅，按其青色方正的缘故取名为青方。在晋家豆腐宴上有一道同名的菜肴，青方豆腐。青方豆腐的神奇在于外酥里嫩，两块臭豆腐叠加，在厨师手中切成长条，放入锅中。长条臭豆腐被有规律地摆放，横横竖竖，单面煎脆，臭豆腐的边缘开始变得焦黄，提醒着厨师翻面的时间到了。用手端起油锅，迅速抄起，豆腐整齐在空中翻转，稳稳地落入油锅，接受高温的再次洗礼。臭豆腐特有的香气在热力作用下慢慢逼出，时间成了味道的关键。多一分内部显老，外部显焦；少一分外部脆中不足，内部味道鲜而不美。起锅后的青方豆腐撒上自制的五香辣椒，就是前来吃饭的客人必点的两道菜肴之一。另一道必点菜也是臭豆腐为原料的菜肴，炖臭豆腐。这是一道家常菜，手工把整块的臭豆腐撕成小块，考验着手的力度和对豆腐每一个细节的精准了解。这对于常年做豆腐的晋家人来说，已经不是挑战，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成块的豆腐沿碗边贴紧，保证水蒸气对每一块豆腐公平的蒸熟，加入鸡油、植物油、猪油贴面，既不失去臭豆腐独特的香气，又让油脂流入臭豆腐逐渐变大的气孔，使得炖臭豆腐独具口感与醇香。五香辣椒粉的撒入更贴合了云南人对辣味的热爱。进入蒸笼，15分钟的蒸汽时间，臭豆腐在偷偷发生着变化。进入的油脂在热气的助力下，让臭豆腐更加细滑醇香。今天生活的富足已经很少使人去关注食物的来源，作为只做豆腐宴的晋家人来说，豆腐的每一步都必须了若指掌。从臭豆腐的点卤发酵到成菜上桌，这需要至少7天的时间。为了保障客人的需求，每一天都需要做臭豆腐。臭豆腐摆上竹架，由生到熟，层层递推，翻箱倒柜成了这里的常态。而这一切无不彰显美味的前世是不可忽视的每一个细节与执着的认真。相比臭豆腐的复杂，板豆腐的工序相对简单。点卤的不同决定了板豆腐的清甜，清水铺底，石膏粉加入，倒入热腾腾的豆浆，冷凝后的豆花就是做板豆腐的食材了。同样的压好后被划成小块的板豆腐，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上桌了，变成食客口中的丰富菜肴。黄金豆腐，这是板豆腐的一个菜肴代表。把板豆腐油炸至金黄，斜刀切成条，金黄的外表，白嫩的内心，配上自制的酱汁，
穿上一层香菜外衣，就跻身成为豆腐眼中的一员了。所谓的黄金豆腐，原来也是极为的接地气，而接地气的东西从来都不缺乏人的喜爱，食物也不例外。相对做法比较复杂的板豆腐菜肴，晋家人的豆腐宴中有一道豆腐圆子，将豆腐搅碎，放入切碎的荠菜、白菜进行搅拌。要得这个，我在家乡的荠菜，再加上的这个，口感。搅拌时产生的热度和压缩感，使得蛋白分子格外紧密，外形也细腻如泥。一锅温水加热到气泡铺满锅底时，就是圆子的最佳下锅时间了。用圆的勺子舀上一勺，放在手心轻轻地揉捏，放入锅中，豆腐圆子就此形成。食物的形状往往被寓意更多的含义，圆子的圆润外形则被赋予了团团圆圆的祝福。口感的柔嫩清香，让豆腐圆子成为豆腐宴中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肴。今天的人在命运的面前有了无数选择，就像一块豆腐在厨师的手中也有了成为不同菜肴的命运。急迫的危机感无不使靳宏源在简单的食谱上不断地推陈出新。接豆腐这些那么就是老以前就会做了，自己摸索着点厨师来了以后交流的，那么就做出这些菜来了。七步场豆腐村做豆腐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做豆腐的人不少了，有20多家人做的。以前多，现在基本上很不能做了。这个事实，靳宏源看在眼里，更是思考在心里，但是他有自己固执的见解。这个就是做豆腐的人会越来越少，这个手艺了不会失传，我们还是给他延续下去。教这些后代这些咋给他做，因为这个生活之道嘛，你样式的经历个呀，做豆腐啊，好整理整下，口里做下嘛，才过日子嘛，才有希望，是不是？豆腐无限包容的个性，给擅长烹饪的靳家人创造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而靳家人对豆腐的理解也让人大吃一惊。或许可以说，靳家人用豆腐表达了自己柔软变通的适应性，以及硬朗固执的坚持。一桌豆腐宴看似简单平常，背后却可以追溯几代人的豆腐故事。从繁杂的手工到百吃不厌的豆腐菜肴，每一道美味背负了太多期待。靳家豆腐宴一共12道菜，象征1年12个月。他们是12个月的辛劳，12个月的收获，更是12个月的传承。高速发展的中国，人们对新事物的追求更加急迫，是坚守传统，还是做出改变？做豆腐的靳家人做出了选择。一块块的豆腐到整桌的豆腐宴，就是他们给出的答案。坚守能坚守的，改变能改变的。现如今豆腐已经根植于古滇池边的靳家，并演绎出流淌在血液里的勤劳和坚守，而这正是靳家豆腐坊顾客络绎不绝的原因。